怎么回事？这个人身上传来了甜甜的香味，就是他身上有毒品。我们只能这样子经过扎克。刚刚人是因为站在内侧，所以他一直把他挡住，是吗？他还这样说。你还真是相当不喜欢我监禁扎克呢。别那样瞪着我，就算不用隔着这么远，我也不会对扎克做什么的。那我们走吧，瑞吉尔·加德纳。这个神父他有没有眼珠子啊？他是不是有啊？可是有点小点啊，看不太出来。他是不是看着他的鼻子啊？是吗？他到底有没有眼球啊？我们下去了。为什么想要让扎克活下去呢？如果他死了，我会很困扰。困扰？那又是为何？因为我想让扎克杀了我。你到处随便跟别人说你们的秘密誓约，这样对吗？你可以这个样子的吗？这样全世界都知道。因为扎克为我向神发誓了。这就是理由嘛，竟然许下了这么不得了的誓言啊。那果然是眼睛吧，他的这个表情，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啊？现在他真的是很谜团，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果然是这个神父在散发毒品，他到底嗑了什么药？他让我嗑了什么药？我们真的下去了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哇塞，这里根本就，他为什么？有点刺眼，他一直带我们进入各种迷幻世界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B3？ 还是应该说，因为这整栋楼都是一些幻象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真的或假的，没什么的。虽然说是考验，但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必须找到机关，并且按下开关才行。B3 的开关在监狱里，如果你能按下那个开关。我就在最后打开电梯吧，是要去一开始扎克为我裁掉，果然就是那里。走吧，可是我已经完全忘记那是哪了。有字。若期望门扉开启，便向神宣誓汝之名。倘若汝无存虚伪。便宣誓记述己身之名，并且了解自身为何人。只是神不需要污秽之人。这之前看过了。我还以为他会多说什么呢，他竟然没说话。对啊，这是我们最后走的门嘛。你挡在这里干什么？他很擅长利用那些机关动摇人心。引用他们发自内心的后悔，并且渴望得到救赎，只不过有点爱乱花钱呢。就把这位视为他的可爱之处吧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因此在这里也许还徘徊着后悔与渴望救赎的人也说不定。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监狱是在这里面，赶快去吧。这是我们一开始看的图嘛，现在都已经看不出来长怎样了。这个墙壁也太花了。这里有字吗？没有，是一团血。我现在头有点晕了，
为什么这个里面也在闪啊？又有声音了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所以是只有那间有吗？点点点，又有声音了吗？他上次也是在这边听到怪声的、欸。手收，所以他要进去这间吗？开关就是这里，手碰得到吗？你等下就被吸进去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要逃去哪里啊？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你被逃去哪？全世界都跑出来了！全世界都跑出来了！那是什么？好像不会追来这里，但是这样的话就进不去牢房里了。所以我要再进去一次，真是碍事！哈哈，你被他手上现在也不能用了，该怎么办才好？怎么了？有很多装置。哦哦，我还以为是要哦，阻止我进去哎，我还以为是要想办法，就是绕圈圈之类的。原来不是这种事啊，原来是要去控制室啊。控制室是下面这间吗？这是哪里啊？我已经完全忘记了，是这里耶。案发现场，他不见了，他去哪了？不见了，监视器画面，超难懂的。这是哦，看到了，看着画面狙击，天哪，到处都有。那我是可以按的没啊？瞄准脚边，什么是有限时吗？啊，麦照，亮！哇，那是什么诡异的声音？亮！哎，麦照，你很烦哎、欸，到底是亮不亮得到啊？过来亮啊！亮！哎、欸，亮亮！蹦！蹦啊！蹦蹦蹦蹦！哎、欸！哦，顺便来看看，这有限时应该没有。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人吗？有哎、欸！用用用用，你一直跑，跑这么快！用用用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没射到啊？哦，那我射一下啦，麦迪走啦！跑这吗？快来哦！完了，一直射不到，这是什么讯号了？有了有了，这里是不是还有一只啊？这只很快呢，用用，哎、欸，射到了，好像猫咪哦。昨天在路上才看到一只猫咪对着车子底下一直喂喂。喂哎呦，他还活着、哦！出来了，他的鬼魂是吗？你真是做了很过分的事呢！对于这呼喊疼痛、痛苦的人，你竟然只会说一句“真碍事”，就轻易割舍。而且，哇，表情完全不变。为了让扎克杀自己，就可以不择手段呢？你真是……真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啊，瑞吉尔！那真的是灵魂吗？消失了，还是他设置的机关投影片，就跟直到黎明一样？不会再来碍事了吧？啊！不是担心小事的时候，这里面还有东西吗？好哦，都没什么特别的，就只有刚刚那个。有开关，什么都没有留下，东西给。哔哔，
梯要开关了，电梯声，哦，瞬间移动吗？我们自己移送过去了。看来你已经按下开关了吧？是的。你是怎么按下这层楼的开关的？哎，都没有紧紧追着你、妨碍着你的东西吗？有的，不过我全部都击杀了。是吗？那么为何那么做？因为很碍事。瑞果然是个狠角色啊。是吗？神父难过了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你这个，你不知道你这样子，你这个考验就会判定为邪恶之人吗？之类的，充满罪孽之人。好了，到了瑞吉尔加德纳。这里是那个嘛墓穴的地方。水温管理室，就是那时候说要把 Zack， 因为他在水里，说要把水温调高的那里。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莫名其妙，我明明想要赶快下楼去找药啊。那都是为了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这里会有别的选择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就是按照瑞吉尔的想法去做。没错，要说为何的话，因为你是个异常的存在。究竟是可怜的羔羊还是恶魔呢？并且现在你接受了这个考验，也关系到了之后的审判。审判？难道 Sense 会出现抓住我吗？跟那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里是最后的那边嘛，然后这是那个迷宫，那时候一闪一闪的，我都不知道这里要怎么走。哎，爬出来了吗？是什么艾迪吗？一直看到死去的人，没时间害怕了。反正瑞什么都不怕啊，瑞有什么好怕的？是这里吗？算，应该走这条路了。电源室，对，那应该就是了吧。Hello， 这里弄得真是很惨啊。艾迪是个温柔的孩子，分厂被弄得乱七八糟，他也会很生气的吧？或许正是因为太温柔了吧，那孩子总是担任负责收拾残局的角色，我也觉得还有点可怜。但更可怜的是那些本应沉睡于墓里的人们，因为艾迪的体贴，他们还能在这里得到解脱，在墓里被净化。但现在就连那些也无法实现了。为什么啊？是因为扎克破坏了墓碑吗？他们就没办法？他们都从墓里出来是吗？好哦。右边深处的房间是这个吗？哦，我们等一下就会被关死。啊，不是就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写着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东西专用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深处有个洞，但是勾不到那里。细长的东西，把这拔掉啊！细长的是要去别的地方找吗？还是就在旁边啊？这里没有。我之前不是，阿仔，我被惊惊快买。至少这里的那个墙壁的颜色比较没那么花。考验好讨厌啊，
觉得很沉闷。哦，这里有东西，十字稿。他刚刚就在这吗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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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刚说什么？再看一次。接在上面的东西，啊，不能先拿起来哦。哦，到处都是血呢。土。我是要去哪里找啊？哪里有东西？啊，有奇怪的东西在地上爬。哦，是做成手的形状的玩偶。用线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把那个用线接在棒子上的话，所以现在是要找线的意思吗？我把这些手收踩扁。不知不知，不知不知，哪里有线啊？我是要把这整个墓地都绕一遍哦。卡住了。这边则是钢琴声呢，过不去啊，这里过不去，被堵住了，过不去了，那线在哪？我刚有经过线吗？手收，手收，原来是要按哦，可以再继续拿吗？继续偷偷拿走，我是个贪心的女孩。我去，我看一下，我会显示我有很多个手心玩偶吗？有哎，我有好多手心玩偶。不急，我要全部都拿走。麦叮当，让我拿走你。有这些就足够了。和十字镐装在一起试试吧。嗨，不需要你了。哦，他怎样？他消灭掉他了吗？他竟然……刚刚那是我决定的吗？刚刚那是我做的决定吗？我消灭掉他了，绑上去，装手收，先把手收缝起来。这是我们瑞的专长。把两个缝成一个，把三个缝成一个，全部通通缝起来，绑到神奇的十字镐。耶耶，这个神奇的十字镐，前端的手型玩偶在微微蠕动，没坏掉，还微微蠕动，果然是神奇的十字镐呢。怎么跟你缝小鸟的声音很像？太好了，是刚刚的开关，赶紧回到电梯那里吧。这里这么快哦？手心挖我不动了。艾迪出来了，我都看到了，危机了，好过分，好过分哦！那就算听到我惨叫声。危机有你什么也感觉不到吗？不会想对人更温柔点吗？不会思考他人对他人来说什么才是幸福吗？危机了，你真的只会为自己着想呢。除了自己以外的幸福与不幸，你连看都不看。所以，你身边的人，连扎克也是，一定都会痛苦的死去吧。你为什么要突然对我说这些恶心的话？说我过分，悲哀的呼喊声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痛苦的死去，扎克也会吗？我，可是，不行，不可以深入思考这种事。接下来是放着药品的 B5， 得赶快过去才行。妹子放弃思考。似乎是如此呢，可是那些手，那些手不是他说是玩偶吗？所以刺了应该也没关系吧？对啊，手型玩偶，手型玩偶的哭喊都是假的，
才说谎。瑞，你怎么说谎啊？你怎么可以说谎？你这是欺骗自己，知道吗？难怪你会失忆，果然是喜欢骗自己。没有。为何你能这么说？因为那些东西只是手形状的玩物而已。是吗？那些东西在你眼里看到的确实是那样吗？那也无妨，眼前所见的东西就是真实吧。快点让我下去下一层楼也行。所以那些东西其实不是手心玩偶吗？只是我把它当成手心玩偶，其实那些是真的人的尸体到处奔来奔去。到这里就行了吧？医生一定还活着，该怎么说？还是他们全部都没死啊？对吼，他们应该全部都没死才对啊。丹尼虽然有自己强烈的坚持，但是一丝不苟又很认真，凡事都淡然的完成了。我想药品也都好好的整理在柜子里了吧？只是最近他个人坚持的部分似乎更加强烈了。哦，我又没有跟他说话。那个怎么了？我还有想去 B 六拿的东西。是吗？倒也无妨，可以吗？是啊。找完用之后再到电梯处吧。好的。哦，好，找药吧。对啊，都是幻想世界，扎克的呕吐物也维持原样。哎，呕吐物扭动了。咦，总觉得非常不好，快逃吧！啊，刚刚是可以逃吗？不行。拯救了，扎克的呕吐物拯救了我们。等一下，真的假的啊？扎克的呕吐物拯救了我们。再看一次，你那时候还说好脏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吓人。我们来看看医生大大。哇，医生大大果然也不见了。好奇怪，哎，所以我们原本要走的就是这里吗？药品，没有药，都被医生拿走了。医生，医生，你怎么这样？医生，还有眼球吗？还有。眼球培养液，医生你怎么通通拿走了？药勒，我的药呢？当初被绑住的台子，你有任何感想吗？没有任何感想。这个血还要绕路过去，不能直接走过去。好冷啊，最近天气变冷了。哎，摄影机坏了，这里怎么烂掉了啊？乱七八糟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有抓痕，摄影机被弄脏了，看不清楚。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，看来瑞的判断是对的。他说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东西。哇，这里
里？太乱了，连进去都进不去吗？退后，好啦，不进去就不进去吧。有的注意车从这个门跑出来，我都快吓死了。要看这里应该有没有药吧，都拿走啦，医生通通拿走了。没有，这里也没有，药全部都不见了。呵呵，被谁拿走了吗？得回去了，回扎克那里。可是还得去 B6 才行，被扎克拜托，得快点走，得快点走。为什么要突然下这种音乐啊？得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走！突然有音乐就觉得好温馨哦，这个音乐太温馨了吧？假的，是这吧？什么都没有哎！赶快带我去 B6。那也无妨，但是你找到药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说过 B5 有药，但是都没了。我也是毫无头绪啊，但是可以推测出原因不就在你吗，瑞吉尔加德纳？跟我没关系。你都不觉得一切这些不幸的事都是自己造成的吗？我都说过了，那种事跟我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赶快带我去 B6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所以这层楼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下这个音乐，是为了让我觉得我很糟糕吗？扎克，干嘛特写扎克啊？谁在说话啊？谁在走路啊？他们去杀扎克了吗？谁在说话？谁啦？卖个恭维哦！医生，呵呵，扎克都这么虚弱了，你还要叫他这样站起来？你看他都一直抖抖抖了。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在这？吓到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你追着瑞吉尔，而且还想离开自己的楼层哦。所以以防万一，我就在衣服下面准备了一些安全设施。天哪，医生，医生！可是你刚不是，你那时候被切了不是断掉了吗？那都是假的。不过我真没想到你真的离开楼层了呢。那。就让我再看一次吧。不可以勉强自己哦，扎克，你看你的脚都连路都走不好了啊。而且饶了我吧，我也不是毫发无伤的啊。作为安全措施的背心和束鞋带都败在你的威力下变成了这样，你看起来不是还要挺有精神的吗？那当然，不管是事前准备还是事后处理，我都和你不一样啊。不过就连我也是很拼命的，原本还想趁你毫无防备的时候攻击的，结果你却醒来了，真糟糕啊。那你呀，为什么要带走瑞吉尔呢？还有他现在在哪里？你是真心想问我吗？我怎么告诉你他在哪啊，你这白痴。如果我说我把他杀掉了，你会怎样啊？哈，你这垃圾。一直看着他的眼睛的人是我，你居然说你这种人把他杀了，开玩笑也有个限度吧。那双眼睛
是特别的，我一直都在找的那双眼睛啊，明明活着却已死去，多么沉静，多么美丽。我怎么可能把他的眼睛交给你这种人？他的眼睛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，是我一直看着他过来的。那又怎样？反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对他的眼睛没有兴趣。但是他想被我杀掉，而且要杀掉他的人是我。所以，瑞要怎样才不是你能决定的？算了，都好，反正我知道他还活着，因为你都到这个城楼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来给满身是伤的你一个提议吧。啊？其实我啊，拿着很多药呢。让我用这些药救你吧。